一叫小寶就一定零頭，一定係一定係識三年嗰啲啊！等等啊！邊度啊？好，我哋開始訪問嘅環節。個位啱啱？我喺呢度，直情咁樣講係嘛？講咩啊？問題咩啊？哦哦。好啊，問題唔該。七十九歲。大會冇睇法噶，十九歲攞最佳電影大會冇睇法，即係董事局一路喺度強調咧。其實董事局我哋係一個為業界電影圈服務嘅一個機構嚟嘅。我哋對每年香港電影拍幾多部、拍咩題材、點樣發行，完全我哋唔關我哋事。佢只要拍咗出嚟，按照嗰個規則。咁就我哋就提供服務，佢如果可以攞到票數就入圍，第二輪嘅選到之後攞到票，佢就贏，有贏有輸。那個遊戲每年十九個獎，每個獎入邊都有80%嘅唔開心嘅啊，所以佢其實一個，如果我哋咁樣睇嘅話，好似好殘忍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佢係一個業內嘅獎嚟嘅。我覺得。所有被提名的人應該在那一個月裏面盡情去享受，因為沒有人知道結果是怎樣的。至於你說十九歲那裡，之前我都跟媒體說過了，還需要再強調多一次嗎？可能有些朋友沒聽過，沒聽到，即是我亦都近期我在網上有看，即是有些可能年輕人或者網民的反應，即是經常說這個電影圈是個小圈子啊，金像獎小圈子啊，它其實在41年舉辦了。那如果要看你以什麼角度看它，它是一個工業獎來的。那我們都有到現在已經有2000個投票人，那是不是小圈子，其實要你以什麼角度看它。那我們都說過說經過這件事，其實它是有一些紛爭，但是無端端其實金像獎是被捲入的。咁我哋喺呢件事亦都從來未試過去處理咁耐嘅時間，直至係一個禮拜之前，其實版權方都有啲願意俾啲片俾我哋，但係其實我哋已經過咗個 censor 嘅時間。咁當然亦都我哋覺得，如果校方都已經係覺得要退出嘅話，咁佢哋可能唔想 hurt 到幕後嘅人啊。大家看到今日有戲入邊有三位女仔都有嚟到嘅啊，咁最拉尾我哋亦都因為 censor 趕唔到，咁我哋應該就維持翻呢個做法係冇片播出嚟咯啊，咁個結果好明顯噶，因為第二輪我講咗我哋有超過1000位投票人，咁另外有75位嘅專業評審，專業評審咧係每個界別嘅，有個評選事務小組按照佢哋嘅投票率。等等，同埋佢哋嘅以前嘅地位啊、經驗啊等等，而每年去選啲75位專業評審，入邊有5位係海外地區嘅啊。咁啲75位專業評審其實係佔55%嘅分數嘅，其他個1000幾人係佔45%嘅分數。嗰個比例大概實質嘅投票率我唔清楚啊。會計師未話俾我聽，我事後會知道。咁我哋當初董事局嘅決定就係佢已經喺做咗2000場嘅情況之下，我哋有咁多人投咗票，我哋亦都唔可能去仲裁呢件事，去查呢件事，冇我哋冇呢個權力嘅。咁既然佢都入咗圍，咁喺社會上當時出咗咁大件事嗰陣，咁我哋好詳細地考慮過，就決定就唔去取消佢嘅被提名資格。他就入了圍了，因為有第二輪的評判，
投票人，我覺得他們有智慧去面對這件事，即是將這個權去交給他們。我亦都在強調一件事，我們董事局14個董事是一致不認為我們要行使這個權力。我們在這個所有的會的會章基本上都會說我們董事局會 保留一切的權力做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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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們覺得在現有這個這件事的情況下，我們不會去取消任何被提名的資格，以及去取消即他去繼續比賽的，這個是我們決定的。也都有人很多人紛爭，就是說乜你哋金文章咁惡㗎？即係我想退出都唔得啊！喺41年整個發展嘅過程入邊咧，最早係電影商周開始舉辦嘅呢個獎，後期咧我哋係以參考工業獎就係、是、Oscar， 我哋參考工業獎 ，Oscar 已經有9500個人投票，由4000個過去啲，而家有9500人投票。咁佢有一個工業獎嚟嘅，唔係康城、柏林嗰啲咁嘅評委嘅。咁我都唔知點樣去講，因為佢成件事非常複雜嘅。我原本諗住係做一個即係專訪去俾我，最主要係俾我哋呢個行業入邊嗰啲行家知道。因為由第一日開始，我哋已經知道，我已經知道呢件事係唔會有一個方法令大家都會認同嘅啦。所以呢個決定咗，而家出到嚟，我諗呢個結果就係證實到係投票嘅人嘅意願。咁你話我有咩立場？其實喺作為個會嗰度冇立場嘅，嚇結果已經喺度嚇。呢個結果，所有結果都唔係我哋可以左右，任何一個獎。好，唔該曬主席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再次多謝咁多位傳媒。